动手还是要动手？让去，让去。你你就。可以搞了。啊，可是。在哪里啊？这好像，这好像比较短，对。来，你看啊，老板，你看老板收茶叶，那个收茶叶是这样子。哎，你看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人要示范一下？要试试看看。把摊开。你知道吗？好啊。茶农可以把它收进来，又可以把它放出去。哎，你们试看看。对呀，要看。收。太重了，你是在做香料，无啦，伊即摆正在做元宵吼，啊，所以，所以让他前后滚动是技巧了，真的没错，这个真的有技巧啊，嘿，那你试看看，每次翻动的时候收回来，要收，会卡卡好来的，要够好，这个也是摇元宵。这个给他们揉，对，为什么要先让你们揉茶哈？